其实呢，我没有留意那种东西，说你们要小心了。它有一点点皱起来的，你看皱起来的，紧一点了。OK，咁啊皱起来呢，也是另一个方式啦，也是不用怕了。因为当我们呢，如果你们用的时候呢，要小心那方面啦。还有呢，你不喜欢的就用第一个，我教你怎么用胶纸，一种胶纸嘅袋放上去，你看啦，之前有啊，只不过如果我这样铺呢，有一样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呢，即系它嘅空气啊，很快呢，如果你嘅热嘅东西，如果譬如说，有很热嘅东西啊，譬如说我很热嘅东西放上去，它就可以很容易空气露出来，就没有这么热到个底，所以各有各好咯。如果你说美不美观呢，你看你自己喜欢啦。只不过我提你们啦哈，如果你们怕呢，它有一种种呢，好像呢都这样呢，你就不用这个方法，系用第一个方法。这个呢，你看你喜欢啦。只不过我觉得各有各嘅好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呢，呢度有凹凸不平。好像晾住它，当你嘅热嘅东西铺上去，它就能够将它，没有比较容易，发挥出来。你看啦，你看你喜欢啦，哈，OK。等下要，我跟住这是什么？那个东西，这样东西一想了很多年很多年了，起码来说，天天都想，今天给我想到了，好，我逐一就是给你们哈。咁啊，人有冇听到我张台？你听下，有声音啊，哈？为什么不平衡？不是外面买的。那我告诉你，你买那种呢，比如说人家做瑜伽的、做运动的，很薄的，又厚又薄的。你喜欢啦哈，你剪一小块，你看了哈？那就是那个东西，那你看一下，那。那然后，那接听，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一啲咁多就有，或者你试得更好啦，起码没有啦哈。OK， 我现在就是了。那么我就是你，为什么我有那张台呢？很多人买回来嗰种木嘅台呢，它本身呢就顶上就木的，很歪蛋哦，用了很久。它就会烂掉了。嗱，譬如说我那张台，我当一块板先，因为我有两个选择给你们选啦哈。咁啊，第一个选择呢，就是剪刀，剪刀。第一个选择呢，如果你张台呢用到烂掉了，或者你不舍得买回来立刻用也可以啦。如果那种就是一种粉来的，它已经弄好了，买那只牌子。咁啊，然后呢，就那度个洞，那度个洞，它覆住来，那呢条痕，也是覆住来，咁啊。不是等它干啦、我们做东西要快点手。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两个方法介绍给你们。我因为呢张一个模板嚟先，要教上你们怎么运用它，完全系模嘅或者破洞嘅，就是用个方法。咁啊，怎么方法啦吓？咁啊，另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然后咧，呢度有胶纸啦，真系。那个盒，那个盒不知去了哪里啊，真的很浪费时间了，不要紧了，我要赶时间给你们了，因为每一个人给人家妈的时候，我很相信，听到那个总是给人家妈讲，然后呢，你又没有干，没关系啦，你等着来，你可以等，我不可以等了，因为我现在做给你们看嘛，咁然后一张台呢，我就两个人租啦。不过我就是我一个夹边啦，慢慢来啦。咁啊弄好啦，咁啊然后咧，咁啊将剪刀，咁啊覆住嚟，
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因为方法我想到两种方法给你们用啦，最重要方便你们觉得啊，如果哪个方法也不错。因为一壶呢，如果你普通用那个用个东西扣上去，它里面有空气的，所以你一定要拿那种胶纸覆住来，给它空气。没有，因为壶会吸收水空气，用一块胶纸将那空气不用渗进去，就是 OK 了嘛。咁啊，然后咧嗱，我不浪费时间，真系不浪费时间。如果真系领晒罪行，我怕你们骂我。你种得怎么做也可以啦，不要紧噶，慢慢来，慢慢来。我不可以骂，因为我现在习惯给你们看啊。OK， 咁啊，然后咧，你将呢度咧嗱，连在这里啦，连好啦，然后剪一条这里。覆住来，这个有双面胶纸的，覆住来很美。这胶纸比较容易拖出来，这种就不会了。如果全部用了也不好，因为阿鲁面也是会烂掉的。就是用两种了，这种是什么是这样。好了，我示范点点给你看了，就是这样了，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了哈。OK， 今天然后呢，就这里这样完全覆住来，就整张咁样包住来，就好美噶啦。还有个方法呢，就是这个譬如说你这张图已经包好了咁我要怎么做呢？哈，实际上系由我已经做好好了，所以我做东西很准备，很那个。准备好，因为全部这个已经垫了一块胶纸，已经隔了空气了，我不方便全粘的话很浪费时间了。这样了，为什么我不主张你们用这种胶纸呢？这种不好的，粘了之后呢，它久了之后很硬的皮脱出来，很恶心。或者你喜欢的粘多两张咯，给它比较厚一点胶纸咯。咁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这样啦，直接咁样铺上去就好美嘅那张图。咁啊，然后呢，美呢，还有这里，就是这里啦。你看，嗱，譬如说我捏到啦，因为我不想将它，好像将它弄死了。这不太很好了啦。你首先呢，这里呢，它会走来走去的，对，走来走去的，这里凉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方便用胶水，所以用这个方法呢一次过我也是越简单就越好了看你喜欢哪一个了凉住了这里也凉，凉了之后呢，咁啊，铺两块，首先铺一块先，大概 ，OK， 就是这样啦。铺好了呢度个脚咧，我就不主张你们弄得很紧啦吓，就是这样咯。用呢种双面胶纸，随随便便一张小小个台子嘅，这样啦吓，拧住嚟。就是这样粘住来，它就会粘住了，不会拖出来了嘛，你看，对不对？我不浪费时间了这里也是这样做。但是呢，这张图呢，如果我们写的水呢，每天都是这样，这块很薄的东西，很容易破的，我知道了。所以，不是麻不麻烦，但是如果你为了方便自己的，也是蛮。一次过不会觉得难看，为什么？还有呢，我准备了
的。因为 我为什么会本来呢是高的，只不过我给你一个方法，多一个选择的方法，就是因为厚的比较厚的 又差不多有小过一个 NN 啦，那么铺上去。因为如果这张台是四方的，就整四方，如果是圆形的就转圆形，如果是四方方的也可以、啊、我转来这里先哈。那然后呢、啊、用这个覆住这里，你看哦，将它连住了。咁然后呢，皮上我呢度已经连住了，我唔浪费时间啦，呢度已经连住了。你呢度呢，再连多一条，那将呢条连下去。好了，我做给你看了，因为我觉得都是做给你看比较好，浪费一点点时间不要紧，跟你们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啦，不要误会的我的意思了。本来是我这块厚的，这块比较厚的，一定要现在抹的时候没有这么容易破，还有它很硬，我们吃什么东西啊菜啊饭啊要油也不怕。那么然后呢，那这个接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可能这张台呢比较大的，你就用这个方法、比较大的这样。覆住、完全将它覆住了。为什么注重呢？因为 你普通的胶纸呢，它就会将你油很容易拖出来，还有你不封它也不行，你油啊它是阿鲁米的比较很硬的、不要紧的、两个都要连、上下都连了，连了了之后呢，那么你怎么去稳固它也不需要很麻烦，我直接拿上面胶纸，连住上面胶纸，这边也连，这边也连、连住了。这张台呢可以保持得很干净，还有、如果破裂了之后呢，这张很薄，肯定破的。如果你加张比较厚的，一定要的。如果你不加它呢，它就容易拖出来的了，烂掉的了，很薄嘛。这张不会了，用十年、一百年都可以了。我张台，咁啊，嗱，看准个位置啦，这样，铺上去，刚刚好啦，就是这样。当我们贴翻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包到这样子呢？我也不用告诉你，你肯定知道。我等一下先介绍给你看，就是这样保持它。当我们吃完东西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按针啦，比如说哎呀有点水啊，有点按针有点水啊，咁我们可以你比如说哎呀。按针的时候抹一下，有水沃特也不怕，抹一下，因为它很硬，不会很薄，所以那个东西你说完不完美？好，我就是给你了。另外一个呢，所以我要增加时间，因为我有两张台呢，我一定要重新跟你们说一次比较好了。因为我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第一个方法，另外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样。这种就是黄胶来的，你看黄胶了，因为朋友装修完了隔壁这么潮，我留了一个月了也是没有烟，没关系了，
我抖出来，我做给你看。为什么我做黄油呢？因为刚才做一个呢，就方便另外一个方法啊。因为方法呢，我们可以找很多种。你就觉得哎呀，特别买罐黄干很麻烦，我不要了。咁你可以用刚才我方法，但是如果你不嫌麻烦，一几个好看啊，不方便，你喜欢啦哈。咁啊，买一罐黄油啊，呢罐黄油系我朋友嫁俾我有了有两个月啦，他不要给我，我好啦，跟我他有什么用处啦啊？真系今天有用啦，就是真的黄姜啊，咁样。今天不要很多的，为什么一定要凉？因为如果你不凉的可能给了我很久了，所以变成它有点不够湿啊，有种好像我要它没有空气，如果一张桌子有了空气你就麻烦了，因为不管它尤其是母啊更是啊，你不可以有空气的，你母很容易渗水，它就会发那种美菌走出来的，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啊，这样配合它。我哪里用？我一定要受得均匀，因为我真系一张台我哪里用的准备啊，所以我不想切饺子了，因为切饺子呢有它的好处咯，不方便咯，晾下去就好了。不过我就喜欢反正都有啦，也是蛮。方便了哈，咁啊就是这样了哈，就不用很多的，因为我朋友寄嘅，哎呀，咁啊又寄到我个新嘅 design 就出来了哈，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不够，没关系，倒过一点点，因为我朋友装修嘛，两个月前，所以他有一点点阴影。留出，因为呢种可以令到你嗰张比较吃得很稳啊。尤其是母的，你尽量给它没有空气啊，因为它有空气呢，里面就会发一种霉菌走出来，很恶心，也是会继续在里面烂下去的了。所以我每一个地方都扫啲黄姜，扫到完的，真系没有骗你啊，因为呢种嘢蛮重要的我对你说。不怕你没有耐心了，如果你们想学很好的方法来一张台我不怕对你说，我看好多人丢出来的台，本来那张台好厚的，用了不够一年的，那个台面啊给个点东西腐蚀了啊，你磨的有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吃的东西热的也有很多油的也有，那么这么张台肯定有腐蚀了嘛，对不对，所以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用啲胶水完全覆住啲空气啊，本来第一个方法呢你赢一个麻烦也可以用第一个方法，但是各有各好啦，因为看你怎么看啦，各有各的好处啦，就是这样啦，覆到完啦，完全没有空气啦，没有空气，因为呢种胶水有两个月，是啊，可能比较系有点阴了啦，阴了啦，没办法啦，得啦，尽量冇给它有空气，尽量冇给它有空气，咁啊，然后咧我就怎么做啦吓？咁我已经准备一张胶纸嘅，如果你用呢种胶纸咧。就不需要这个黄胶也可以，做东西也是蛮快的，铺好了，垃圾，在这儿，然后垃圾的，不要紧的，因为它是塑胶来的。
你帮我再踹过来，来，你一只手啊，帮我推过来 ，OK， 一只推过来，一个嚟，嚟 OK， 刚才整好了，得了 OK 了，啊，大概一个加到，因为这台很。嗯，得噶啦 ，OK 噶啦，大概得噶，因为呢度表面咧，因为什么我要铺多一张啊？主要咧呢样东西很薄啊，很薄啊，一抹两三一两年就会烂掉噶啦。咁啊，如果我温的时候咧，我温的时候咧，一个不用动它，不用温，温一块就可以啦，因为呢个很硬啊，点点噶，没有怎么薄的，所以铺上去好美的。为什么我这样铺啊？我想了很久了，因为刚刚好呢，我这台呢是四方的，四方形的，不需要粘那种胶了。如果我觉得不一样的拉走就 OK 了。那么它也是走位置了，我怎么也固定它了，也是用上面胶纸就 OK 了，不用紧的。我那就准备拿来用了，所以我要弄得好好出来。如果有人帮你手，你铺沙饼酱比较平滑一点啦，没错。我做东西就很，有些东西也是蛮粗边的。就是一种啊，固定它。因为为什么我真的好心痛的，看到人家嗰张台咧，哎呀，嗰张台好美哦。一隻腳咧是猛先噶，但係啦，嗰張台嘅舞台嘅上邊咧已腐蝕了，它唔掉出嚟也是難看啊嘛，對不對？所以他也是覺得，哎呀，我一定要掉出嚟嘅，這樣咯就是呢個長一點嘅，因為它是四方形，如果它圓形嘅，我就剪到比較文邊邊啦。嗱，呢個不用啦，因為它嘅四方形嚟嘅。嗱，我再剪啲。你看呐、啊，有你，哎呀，我不舍得，我舍得用胶纸，我不舍得用胶纸，咁你咪比较粘点点咯，你舍得嘅，你就粘多多咯，哈，来，我粘给你看了哈。我觉得粘整张比较好，因为它呢比较很稳啦、啊、哈，你烂掉也是很容易稳出来嘛，你上面胶纸啫，不会粘得很紧嘛。啊，没关系的，没关系，呢度呢空气没关系的，主要就冇给它糊，跟空气接触。如果你将啲空气封死了咧，它很好的。因为我一个人做嘛，比较做得好一点给你们看，啊，就很难的啦。咁啊，所以你如果你有时间嘅，你慢慢做好啦，也是很，即系我教你一个方法啊，所以啊，即系个方法也是蛮重要啦吓。哎呀，真的很浪费我时间，我怕你们你喺后边嘅骂我啦。哎呀，你拍得很强啊，咁啊，好啦，所以我尽量简单一点点啦吓。简单一点点啦，我也省时间啊，嗱，就是这样，我先铺上来，先铺上来，来铺上来，嗱，然后咧，嗱，如果你想它平滑一点嘅，平滑一点嘅，我已经烫过来，我揾条布压住一块布，因为嗰块胶纸有点潮潮，我已经烫过来啦。你觉得怎么样？嗱，如果呢张咧烂掉，你揾啲糊要咧，如果你净系一个咧不行，因为呢个糊咧就这边会渗肮脏东西进去。一定要两个保护啊！呢、这个方法我想了很多很多年啦，我不怕你对你说有几十年了，刚刚想到东西，哇，睡觉睡不着，
那就是怎么简单啊，你觉得怎么样 啊当你温的时候呢，就温这个就 OK 了，除非你就是烂破掉你就温这个，如果没有破掉呢，你就温这个就 OK 了 啊我不喜欢那种粉色的、你可以剪一块比较美美的，因为 那块东西比较硬的，比较有一种很硬的，一种硬的，这个不可以，这个很薄，很容易破掉的，所以你自己看我怎么做。这个方法已经想了很多年了那么为什么我刚才告诉你呢？你看，你看一下，如果你丢出一张台来，因为个台面啊，难道要一个大咕咚大咕咚凹咕咚一个咚一个咚，你说多么难看嗱？所以我就很简单嗱，你看，今天跟刚才有没有分别？比较一下啦，好。我谢谢建议了，拜拜。